民间高手的必杀技扫面法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这题来说是我们群组里面的俊谦所提出来的哈。那我们知道 A1 是往上跑的，所以是 A1 是什么？四八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八，就放什么四？这就放什么八 ？OK。再来呢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那我们的 A3 是什么配？19配19配哈，这个就是什么9。那再来呢？这个6上来，这个6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6。那由动态扫描嘛，我们叫 B3 是什么往右的，所以啊、B3 是什么配？81配81配，这个就是什么1。那这边不能放一，这就放什么8，这就放什么1。OK。那 A2 是往下了，所以我们知道 A2 是怎么配？21配21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2，这个就放什么2？那这个也放什么2？ OK。我们再来呢，这个2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2？那我们第三宫差多少？差39哈。那我们知道 B3 是什么配？就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43配的哈。那这边呢，也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再来呢，这个5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5？那我们说的43配，这个就是什么4 ？OK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7？那我们做 B3 是怎么配？26配26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2，就放什么6？这就放什么2？ OK。那我们再来呢，我们看第5列哈，差什么368哈。这边有68，就放什么3？ OK。那我们再来看呢，第9宫哈，我们知道那个第，我们知道是什么，因为我们说的是 B3 是什么43配43配，这既然这边放43，那这边整个9宫差一个就是什么5。 OK。 那再来呢，再来这个9杀上来，杀上来这两个也有9，所以这不能有9，这不能有9，这个就是什么9。 OK。那我们看第三宫差39，这边有9就放什么3，这就放什么9。 OK。 那我们看第一列差什么57哈，这边有5就放什么7，这就放什么5。 OK。 那我们知道 A1 是什么配？97配97配哈。那我们看第一行差哪两个哈，它差57哈，这边有7就放什么5，这就放什么7。 OK。 那我们知道 A2 是什么配？47配47配，这边不能放7，这个就放什么7。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哈。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6过来，这个6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6。在这个6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6。 B1 是什么？71配71配71配哈。那再来呢， A2 是什么？47配47配啊。 A2 也是什么配？56配56配哈。这边不能放6，这也不能放6，这个就放什么6。 OK。 那我们来看第5列差一个就是什么8。那这个8杀下来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8。那再来呢，这个8过来哈，那这里面、哦、这个8过来，这个就是8了哈。那再来这个8杀下来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8。
让我们知道 AB1 也是什么配98配98配，这个就是什么胶。 OK， 再来呢，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两个一定有四，所以这不能放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，我们刚刚说的 B3 是什么，四三倍，四三倍，这个就是什么三。那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三。那我们知道 A3 是什么配三八配三八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三。哦，那 B1 是什么配哈？二三二配二三哈。那这边呢，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我们再来呢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九？那 A1 是什么配？九七配，九七配，这边不能放九，这个就放什么九？那第二列差哪两个？差二三哈，这边有二就放什么三，这就放什么二。OK， 那 A1 也是什么配？二一配，二一配哈，那这边不能放一，这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什么一。OK， 那这边不能放二，这个就放什么二。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五。 OK， 那再来呢，这个三杀上来，好，我们刚刚说的好 B1 是什么二三倍二三倍，这个就是什么三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四。那我们也知道A1 是什么配八四配四八八四，刚刚有说过了哈。那 A2 是什么配？五六配，五六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五？那这个五杀下来，这个五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五。那 B2 是什么配？三五配，三五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三？那 A2 是什么配？四七配，四七配，这边不能放四，就放什么七？这就放什么四。 OK， 那再来呢， B2 是什么配？九四配，九四配哈，那这边就放什么四。那 B2 也是什么配哈？六七配，六七配，这个就放什么七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分享出去使更多人受益。期间体力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 读书读顺序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